嗯，有人吗？哦，安安，突然好多人进来，康妈妈，大家安，耶！今天也来开直播了，哼哼啊，丽姬晚安。大家都是从隔壁那个嘉丽台过来的吗？刚刚嘉丽从头到尾都在，我看的部分她全部都在讲吃的，吓死我了，害我肚子好饿哦，看了肚子很饿。丽姬也跑来了，安安，丽姬安安。今天呢，大家说好的上次说好的双马尾。ツインテールだよ。今日はツインテール。どうでしたか？感觉看起来脸很大，真是不好意思。顔がでっけえに見える。怖い。これいかがでしょうか？ツインテール。晚安。大家晚安，耶、yeah ！今天的阿胖很美，谢谢泪姬，耶嘿！那今天呢？今天的行程一样是会先回顾一下上次在做什么，然后之后就会开始展开新的 corner， 就是新的单元。然后有准备一些新的东西，嘿嘿，请大家尽情期待。然后这边一定也有第一次来看我直播的人，那大家还记得第一周说的开场白吧？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如果还记得的话，就麻烦大家了。それでは今日も行きましょう。張り切って行きましょう。せーの、はい。イエーイ。アパンチャンネルスタート。スタートです。イエーイ。你好，大家好，晚上好。然后，免不其俗的，我们还是先来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要依照传统来。はい。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 TP48 期生の研究生、ピカピカ研究生のゾウチャウと申します。アパンで呼んでもいいんですよ。アパン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アパン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日本語も一生懸命学ぶ中。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エーイ。そして、これが私のインスタアカウントです。ぜひ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イーパンパンタ TP48 アンダバオフィシャル。ぜひ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ーし。好。大家好。我是 TP48 一期研究生。我叫做周佳玉，大家可以叫我阿潘，阿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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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请大家记得我，请多多指教，耶、yeah ！然后这个是我的 IG， 这是我的 IG 账号 Instagram， 然后请大家 follow 我，我是一潘潘点 TP48_official， 请大家追踪我，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耶、yeah ！日本語上手だ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レイジ又站同上来，又站台上了。耶、yeah ！レイジ做得好。啊，一真是一真，耶、yeah ！一真你来了。I miss you so much， 真的。こんばんは、皆さんこんばんは。耶、yeah。谢谢陈鱼送的爱心，哇，好大一排爱心！谢谢陈鱼，谢谢。嘿嘿，泪姐等一下就下去，说着说着泪姐就被刷下去了。Hello， 阿潘，我是新来的，你好。天朝底下来不及看名字，追踪再按一次就变没追踪了，所以不要再按一次，按一次就好了。泪姐无所不在，双马尾，对啊，就啊。約束通りツインテールでーす。ツインテールだよ。どうでしたか皆さん。なんか懐かしいんだよね。
觉得很不好意思。已经二十岁的人这样子装可爱，真的是大丈夫吗？耶、yeah, ，大家安安，天寿大高呢？耶，耶耶耶耶耶！阿潘潘的台语有找了吗？不好说。后来我爸爸跟我说，其实根本没有潘，其实根本没有潘的台语哎，好像潘根本就不是，就是不存在于台语字里面的样子。哎，这空班啦，空班啦，今天有主题吗？有哦，有哦，今天有准备一些有趣的东西。说书老狼，你好，你好，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在场童颜，没有问题。哼。IG 的开播时间好像写错了，日本时间十点。哎，すみません。なんか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でした。最大的错误，天哪！什么主题？今天的主题吗？前面准备的是，就是先回顾一下上周，还有上上周我们做了些什么，先简单的回顾过后，然后一样会先来一次我们。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非常优秀的 catchy phrase。然后当然又讨论了，跟我爸讨论了一下那个台语版，嗯，希望可以成功。虽然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别扭啦，不过没关系，就是可以来试试看。然后另外我还要准备的就是。我之前有提过我的兴趣，然后还有上个礼拜有问过大家我的。就是接下来想要在直播里面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也募集了大家的意见，所以就今天会抽出一两个主题，然后来做介绍，这样。然后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主题是之前都没有跟大家提过的，然后希望会成功，希望一切顺利，耶、yeah, ！大家期待一下，期待一下今天的流程。我选日本八点，对不起，すみませんでした。日本時間で十時？え？なんて呼ぶ？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日本时间应该是十点的，可是不小心写错了，不好意思，すみませんでした。跟爸爸讨论台语版优，台语版超优。大家一定都不知道我的名字那个台语到底要怎么念，对不对？耶、yeah ！谢谢你们送的礼物，谢谢阿华送的啊、哦，好大一串爱心，谢谢刘铁牛送的好大好大好大一串的不倒，谢谢你们，耶、yeah ！耶、yeah ！然后。那今天的 corner 就先开始我们之前的回顾。我们第一个礼拜我们决定了非常多的东西，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哼哼哼哼，来，这个一开始我们决定了粉丝的名字叫做 N3 ファンの名前を決めた。耶、yeah, MCM3 ですよ。ファンの名前は M3 ですよ。はい。そして、我的应援色是水蓝色，加上比较浅的绿色。私の応援サイリウムを決めた。水色と薄いの緑です。二つ色があるので、はい。決めました。はい。然后再来是我的吉祥物的名字叫做马吉，然后图好像不在这里，没有关系，之后会再补上的。じゃあ私のマスコットの名前はマジです。はい。对，水蓝加浅绿哦。次は前週のコーナーです。前週は私のニックネーム、就是我的绰号，提到了我的绰号の它的由来。
ニックネームの物語。それはなんか中二病な話ですよね。就是有点中二的故事。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补，就是前一个礼拜的记录档，相信网络上面应该都找得到哦。然后再来，我们上个礼拜还练习了我的耶、yeah, catch phrase 啦，有 catch phrase， 那多有中日两个版本，我准备了两个版本，然后这礼拜会教新的，这又是等一下的事情了。那多中国語と日本語二つバージョンがあるの。二つバージョン、すごいでしょ。すごく、いやー、ワクワクしているね。然后中文版的，中文版的，这次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试试看。はい。というわけで、始めようか。始めようか。はい。一开始。说到家日就是，嗨，等大家刷起来。说到家日就是 A M C D， 虽然后来好像变成 M C， 耶，然后后面是说到家日就是。阿潘，嗨，嗨，我就是人称阿潘的周佳玉，请大家多多指教，耶！刚刚 M3 感觉大家好像很少人刷两次，这样要怎么吐槽呢？要不要再来一次？大家想要再来一次吗？我的吐槽版本。我们有两个版本的。一番可愛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耶、yeah, ，大家刷起来！但刚刚好像很少看到有那个刷两次 M 3的，所以刚刚就没有吐槽成功。大丈夫，大丈夫。자，吐槽留着现场吗？好。收到，收到，就听你们的。那じゃあ次は日本語のバージョンです。日本語のバージョン。はい。日本語の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は、はい。じゃあ言うと言えば、M3。はーい。然后下一句是。ザユといえばアーパーン。はーい。イエーイ、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アパンことトザユ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イエーイ、みんなさ、皆さんよくで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イエーイ。那大家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一样来带团的，来，はい，准备好了，行きましょう。はい。はい、よくでき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大家。洗脑中吗？ありがとう。然后接下来啊，就是大家期待的，上个礼拜有人要求的，大家引颈期盼的台语版，没错，台语版。台语版吗？嗯，这个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写出来。大家需要我写出来吗？还是我先把它写出来？要去抢499最后机会了，拜拜阿潘啊！499之乱，拜拜，路上小心。其实可以带着手机继续看的。7777，刷一波七。那接下来的台语版本，大家要听清楚哦。还是需要我写下来，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就是让我知道需不需要用写的，用写的吗？
果然是要写。哎，怎么写啊？跟之前一样吗？那个教台语的时候一样吗？哎，我想想看怎么写。这真的是有难度哎。哎，一下。这个到时候可以剪辑，真的吗？天哪，这到底要怎么讲才好？怀念台语台，我也是很怀念台语台。哎，说，来写一下。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用念的念一次。前面不是说，就是一开始就是今から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そうだ、3つバージョンがあるので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を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笑顔がかわいい、ありがとう。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开始是收到嘉玉就是 MM3， 所以我会把它直翻成台语。然后先跟大家讲，我台语的名字叫做周家玉，周家玉，大家可以念念看。台湾語で私の名前と呼ぶは周家玉。所以要写出来的话，就是公掉家。有要怎么写啊？讲到家有，就是，这样写超奇怪的，就是讲到家有，就是，然后后面一样是 M3。这样超难，对不对？就是说到阿潘，就是直翻版本，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懂。我再讲一次哦，这个是公掉家玉丢西 M3。これは台湾にとってこれは。50音だね。台湾の50音ですよ。だからこれは台湾語の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をやりたいので日本の方わからないかも。でもこれが台湾語のため、公掉家用丢西。これは日本語で、チャウといえばという意味です。チャウといえばという意味です。でもこれは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なので、ここで台湾の50音、台湾の50音に書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れは再念一次哦，再念一次给大家念，就是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就是公掉家玉丢西 M3， 超爆炸！前回もやったね。そうですよ。でもこれは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ですよ。皆さん聞きたいなので。だからちゃんと考えました。はじめまして、初次见面。耶、yeah, 超台，我也觉得超莫名其妙的。然后再来下一句也是一样，就是一样是公掉家要掉西阿潘。就是潘这个字啊，因为我是阿潘嘛，然后后来我爸就跟我讲说，潘这个字好像在台语里面好像是不存在的。我会台罗吗？台罗，以前其实
就是有在学，可是有学过台语朗读，然后也看过台语字典，可是从来没有写过那个，从来没有写过台罗呢。我可以试试看，写成那个罗马拼音。对耶，写成罗马拼音应该就会比较，就是日本的观众们应该就会比较晓得我在做什么了，对不对？阿贝吗？阿贝，哎，私も阿贝さんですよね。違いますよ。マジ？变成阿贝哦，真的假的？阿潘的台语是阿贝哦。阿潘は。台湾語で呼んで安倍ですよ。マジですか？我写写看罗马拼音。公丢丢。公丢嘎。我想用潘。阿爬到底是什么？好奇怪哦！安倍也安倍，攀爬台语，阿贝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呀、啊，攀爬的呀，变超奇怪的什么东西呀、啊？讲到加油，就是。我试着写写看那个罗马拼音了。这个是大家都笑了。我这这样子讲台语完全不是，已经不是阿伯桑那种很棒的东西。现在已经是就是变成阿伯了。那我下次出见面是不是应该要刮胡子之类的？それかよ。今日の前髪なんて、私、今日なんか、やだなって。これ、今日の前髪、6中ぐらいだね。要坐在廟口開台。可以啊、可以。我就坐在廟口開台、然後下象棋。嘿下象棋之類的。貼個八字符。今天開始貼八字符。这里有人知道潘的台语吗？我爸说没有啊。前髪 OK， ありがとう。所以刚刚就是台湾国的，なんか日本の方なんちょっとわか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よ。だからこれを書いた。これ台湾語の意味だよ。台湾語のキャッチフレーズ。现在庙口都在玩四色牌，真的假的？四色牌是什么东西啊？感觉好酷哦！耶、白白，所以潘是所以潘是白吗？白啊白，阿白，讲到家用就是阿白。白ですよ。阿白，知道罚什么啦？阿白，我觉得罚才是白吧？阿白比较好听，不对呀，超奇怪，超好笑的。有够好笑！天啊，阿白你哦。今天开始，我身上真的是充满了奇怪的梗。我决定要来正式的查一下我们潘的台语到底是什么。不行，我们一定要查出一个正确答案，不然太好笑了。我看一下，PHAN。翻吗？翻，应该是翻吧。P H A N 是翻，对不对？我刚看到那个 P H A N 是翻吗？念潘就可以了。
TP 第一个大叔属性，对不对？我变成大叔属性，所以 PHAN 要怎么念啊？念潘吗？查到的就是念潘。对，我刚刚也是查到，我刚刚也是查到 PHAN， 所以是阿伯金马迪来，迪来恁，来恁茶无？阿伯要饮茶啊，我要饮茶。我觉得日本的观众现在一定搞不清楚我们到底在干嘛，应该就是念盘，我也觉得应该是念盘，所以应该还是一样，就是我好好好，我一样写成那个，盘，好，我们就来一次这个 catchphrase， 就是讲到加油就是阿盘。啊，潘是念潘没错，那潘爬怎么念？潘贝吗？潘贝，好好笑啊！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大家就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台湾的，我们可以来试试看这个了，台语的 catchphrase， 大家要来试试看吗？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留言跟我讲一下，准备好了没？阿潘章，阿潘章，耶！大家准备好了吗？これ、キャッチフレーズ、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です。意味は全部一緒ですよ。一緒だ。だから、これ、皆さん、ぜひ、やってみようかな。やってみましょう。大家、来试试看哦、我要讲了哦。一样记得第一个是 M3， 然后第二个才是那个哦，第二个才是阿潘哦。阿潘，变得越来越奇怪了。潘，好，没关系，我们先用潘看看，之后有改我再跟大家讲，我再多查一点东西，再试试看。好，那要开始哦，行きましょう。讲到加油，就是。嗨，为什么变 M3 啦？大家都直接来了 M3， 所以这边那个吐槽也要，咕咪也要变成台湾歌吧，就也要变台语，就会变修这盖啊啦，修这盖啊啦。然后后面就是讲到加油就是嗨，这边阿潘，对耶、yeah. 嗨，我就是人讲阿潘呢，就加油，请大家多多指教。超台，请大家多多指教，耶哟！变得越来越奇怪，你们会不会下礼拜变成要求要英文版的？变得越来越奇怪。耶、yeah, ，谢谢大家，台湾公爸总です。变成选议员，真的变成选议员啦！浓浓的本土味，阿潘好台，可是我喜欢，你喜欢就好。明明就绑着双马尾，然后讲什么台语，然后变成这样。阿拉伯文版还没吗？那个不行，阿拉伯文版你可能要找国际法，这可能要找国际法另外一台哦。下礼拜是客语版，客语版太难了。大家都奇怪，来英文吧，奇怪的东西出现了。很可以，我也觉得很可以。ただいま全集やっているキャッチフレーズ、意味は全部一緒ですよ。でも今日なんと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を生まれた。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です。これ。耶、yeah, ，谢谢大家，真的，我觉得我快要可以去演乡土剧，我会不会等下就那个被乡土剧什么？也导演发现，然后被抓去演乡土剧，变成超好笑。我之前在
之前就是实习场有一个助教啊，他就是看到，他就是看着我，他突然有一天然后看着我，然后跟我说，学妹啊，你看起来很像会去演乡土剧的人欸，然后我现在想到他在说什么，他都在说什么，超奇怪的。以后班长就可以看到阿潘了，可以可以，大家好，大家好，娘家，这个好笑，这个好笑，耶、yeah, ，感觉会有阿嬷粉，很好啊，我喜欢，最喜欢可爱的阿公跟阿嬷了，耶、yeah ，大家还要再来一次吗？真的很好玩，细说阿潘，有趣有趣，细说阿潘，笑死我。看完 Mina 专心看阿潘，你好，你好，跟 Mina 有点不太一样，这边是综艺台哦，不好意思哦，欸嘿，晚三十分钟来就不用收拾开场了，是说前面的那个吗 ？Opening 歌，笑死我了，谢谢手滑哥送了我好大好好大一排爱心，谢谢手滑哥。谢谢艾利克斯也送了我好多好多的爱心，谢谢你们，我也送你们爱心，手指爱心，我有很多爱心可以比，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这是第三个。然后你们知道吗？前阵就是去年啊，我还是大一的时候，那时候认识的新朋友跟我讲说，这样不是切八段吗？这样不是切八段的意思吗？然后就是。切下去，大家想要从上面切还是下面切？不用担心，我们绝对不会切八段，我会变成，会瞬间变成撩妹高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选一个，上面、下面，上から下から，切八段，切八段，快点！我们要，对对对，我不会跟大家切八段，所以不用担心。先从上面吗？上から。其实上下都可以，上下就是哪一个都可以哦。上面，从上面吗？好，从上面切的话就是这样嘛。从上面切就是切这里嘛。所以切下来的话就，呵，嘿，切不断，切不断，撩妹高手阿潘，切不断，哼哼。大家有没有接收到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有人接收到吗？我的爱心，幼稚，下面吗？下面再来一次，选下面，好，再来下面，从下面切不是就这样上去吗？所以这样上去的话就嘿，还是不会切断的，超中二病。不会断，我们之间是不会断开的，大家超烦，笑死！今天都在看什么台？阿潘综艺台，阿潘综艺台，哦，不要转台，不要转台，不行，留下来，不可以。不可以离开，爱心控，爱心很棒哎，我还有很多种爱心哦，大家想看吗？是我的特，应该算是特技吗？我有很多爱心哦，哼，从 CC 开始，每台都怪了，大家都怪怪，大家都开始解放了，合照会的 pose 决定了，决定这个吗？这个吗？还是这个？还是要这个？哪一个？你们喜欢哪一个？还是这个？大家都怪怪的，今天很帅气，谢谢，今天超帅气，终于本性显现出来了，哪有？我觉得我一直都蛮 open 的，完了我被制约了，耶、yeah ！然后好，我们刚刚练习了。就是我们的台语版的 Catchy Phrase， 然后接下来想要进行下一个 corner， 那下一个 corner 是什么呢？猜，好啦，就是想要讲一下上个礼拜有问过大家说想要在我的
想要在我的直播里面看到什么样的内容。何の話題を話したいなって聞きながら、なんとこ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我觉得它有点被我弄得很脏，但大家不要在意。这东西，它叫垒球，它叫垒球 ，softball です。これ，慢速垒球，这是慢速垒球。它真的是很大一颗，它不是棒球，就是上礼拜有量过我的手指很短，这是比我的手还要大的东西，它被我拿起来差不多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它其实是垒球，不是棒球。然后今天就想说先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为什么很多人会叫我垒球少女，垒球少女，对，会叫做那个。就是它虽然是有点脏啊，这的，是软球还是硬球？它是硬球，这一颗好旧，对，它已经被无数的就是这样打击，练到最后就变成那样，这都还汚れるかな？これ、ちょっと、これはソフトボールです。そうだよ。私は、これはチームのボールです。我是那个就是垒球队系垒的球精，可是后来不小心变成球员了。对，ソフトボールをやっています。ソフトボールをやっています。大家可以猜猜看我的位置是什么？ポジションを。ポジション。私日本人なので何を言ってるかわかりません。いや、今はソフトボールの話ですよ。これが今日の準備したコーナーです。ソフトボールの話です。我是マネージャー、对，もともとマネージャーさんですよ。でも今は部員がちょっと人数が足りないので、今はキャッチャーをやっているです。今はソフトボール部のキャッチャーです。キャッチャー。なんかこのボールはちょっと大きすぎ。おぎすぎ。ポジションはどこですか？キャッチャーですよ。私キャッチャーです。可是啊，就是上大学之后，一开始是就是进去当经理而已，然后就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就一直用，一直到了现在。然后中间是因为，其实是因为那个啦，有一个杯赛，它其实是有规定，就是有规定说，就是一个队伍，一个队伍就是一定要有两个女生，一定要有两个女生才可以参赛，所以才会变成说，就是球员不足，然后我要下去打，因为我们没有女球员，真的是没有女球员呐，就还蛮惨的。然后就我就下去打，我想说从小就看棒球，所以就试试看。你们女生会联想喜，男生会联想喜剧？会啊，其实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叫我开心玩就好，就不要受伤为重。虽然我也是常常弄什么，就是接球之类的、啊，一开始还不会躲，一开始就想说啊，搞不好我接得到啊，被打到可能没有那么痛，然后就打到受伤了。但现在不会，所以不用担心，真的。一个带，一直用 comment 読むと。と思ってなかったのでびっくりです。コメントを読むよ。
现在已经打到习惯，被丢习惯其实还好耶，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印象中的 softball 大概就是这样咻咻咻咻的这种，其实不是，完全不是。我们这种这个是慢速垒球，这是慢速的，它不是快速，它不是这样子丢的，它是这样子，就是原地这样子咻抛物线掉出去。所以其实它掉出去的时候啊，就是它头通常球通常就是好球带其实是放在地上，跟它跟它跟它跟棒球跟快速垒球完全是不一样的规则。然后它的好球带是放在地上。好球带放在地上，然后弹到地上之后，然后我再去接。所以其实慢垒的捕手其实是蛮轻松的，所以我其实是不会受伤，除非说我今天想要去站砸康，砸康就是在那个，在我图解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棒球。就是这个是简单来说，这个是一个球场的话，コート，砸坑的话，就是十号其实是在这边，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二垒跟中外野的中间，所以其实就是有可能会可以站那里。然后不用负责主二垒，其实不用欸，就是慢垒不能倒垒。对，慢垒的规则是完全不可以倒垒，因为怕受伤。然后慢垒就是只要打到身体一下，就是像这样子轻轻的敲一下，其实就算是人家打过来的球，只要这样子反弹然后敲到，很容易OTO超大一包，所以现在看到都知道要躲球，自己躲，嘿嘿嘿，絶対無理，東京オリンピック絶対無理だよ。何だよ？ソフトボール，そうだ，ソフトボールだよ。我们都叫 free， 欸，真的假的？我们都叫砸坑，石洞。感觉好痛，还好啦，就是习惯就好。然后一直都在玩垒球，虽然我晨练还蛮长，就是不去练习的。練習の時いつもめんどくさいって思います。呀，你好。所以 softball 好きです。然后之前有一次跑去打杯赛，那次杯赛我有把照片传在我的 Insta 上面，就是試合の写真 Insta に載せた。然后那张照片其实就是那个杯赛啊，我整个杯打下来，然后打击率竟然有75%，超开心，就是有75%的几率会上垒，所以超开心的。我会拿一颗干净一点的，因为其实是，就是 team 共有です。ボールはチーム共有のボールです。だから自分はなんか気づけなかった，就是完全没有在意他是不是很干净还是什么，就是自己练习而已，比伯荣还强，哈哈，伯荣大王吗？对，背景全部抹掉那一张，因为后面全部都是就是别对的 啊。如果我把人家秀出来，感觉很不礼貌，就是把人家抹掉，全部抹掉。ヒット打ったのかな？ヒットですよ。あんたはいっぱい。あんたは。75% ですよ。75% です。ソフトボールの試合に出たするの冗談だけど、TP48 が人気になれば東京、そうですか？要旅外吗？没有啦，没有，才没有这种事。超开心的欸，那时候其实，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啦，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会打。是因为
就是刚刚有说到，因为那个杯赛有规定两个女生在里面，所以每个队伍其实里面都一定会有两个女生。那男生跟女生同队比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非常不公平。所以女生呢、啊，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呛下去，然后她只要掉到地上，世界内就安打了，就安打。就直接算界内，然后就直接算四十球，就直接上一垒这样子啊。如果你打得很远的话，就是跟男生一样打很远的话，那一定是就是一样可以跑垒，然后跑二垒、三垒这样子。如果我去辣米糕，可以球员兼啦啦队，耶、yeah! ！超喜欢辣米糕的啦啦队，耶、yeah! ！捕手要配球吗？其实不用哎、欸，就是我站在那里好像其实真的也是没什么作用，可是我还蛮喜欢站在捕手，然后看大家打球的样子，就是那个一个团队的感觉，我很喜欢一个团队的感觉，所以也会帮大家注意说，就是哪一个打者专门打哪里，然后我就会去喊那个守备员要注意那里，就是球精的工作啦。我真的是很喜欢看棒球啊。野球とかソフトボールとかめちゃくちゃ好きやで。所以安打率才那么高吗？对啊，因为我只要打到地上，掉地上就安打了。可是也不容易，我觉得我很努力了。我一开始那个球棒把打，あんまり也就是挥不太动。你咦？往下砍，真的就是往下砍，往下砍就好。那是教练的工作了吧？可是我们没有教练，我们只是社团而已。部活ですから、コーチはないんですよ。コーチはない。阿潘最棒，没错，阿潘最棒。哼，球速很快吗？不会，不会。弹跳就能打，真的。我也很喜欢看棒球赛，现在大部分是看 MLB。大谷翔平啊，守备上大好きやで，強いですよ，強い，めちゃくちゃ強い。世界の大谷，世界の大谷ですよ，めちゃくちゃいいやで。之前看那个大谷翔平，然后我们就全队在那边，哇、哦，他真要打出去，他真要打出去了，就大家都超激动。我是垒球队换之十一人，那是什么黑子的篮球梗吗？クルクのバスケ？クルクのバスケ？大谷さん大人気だね。大谷さんめちゃくちゃ大人気ですよ。チームメイトもめちゃくちゃ好きやで。大谷さん強いな選手ですよ。今の時間は現在是9:48。然后大家也很喜欢棒球吗？有人也喜欢棒球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棒球话题。野球好きな人。いるかな？野球も好き。野球好き。哦，谢谢手滑哥送的我一整排，好好好大一整排的不倒啊！谢谢手滑哥，今天真的好大一串，今天的礼物都好大一串。虽然不懂，但是感觉很有趣。之前我们有去，就是 audition の時 audition の時。あの野球の試合で、あのなんて呼ぶ？なんて呼ぶ？なんて呼ぶ？応援のステージで踊ることがあるのでめちゃくちゃいいんですよ、あの経験ありがたいんですよ。就是亚冠赛，没错，亚冠赛的时候，那时候可以去表演，真的超开心。然后大家再回去看那个 TP48多么鸡妹，就回去再看那个 TP 真面目，就会觉得，啊、哦，那时候大家盘到底在崩什么？那个笑脸真的是超崩的，就整个人超尴尬，很害怕。我那时候超级害怕面对镜头的。そうだ、ちゃがる、ちゃがる。
そうだよ。台湾と日本の試合ですよ。チアカールをや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うです。あの時めちゃくちゃ楽しいですよ。大好きな野球なので。そして好きなチームだから。ヨウさんはめっちゃかっこいいです。在休息室那段好玩欸哪一段阿胖也得奖了对呀、啊、谢谢チアガールナミゴのファンです そうですか我其实比较喜欢富邦悍将不好意思之前也有跟哥哥お兄ちゃんと一緒に試合を見ました本当に野球が大好き。アジアチャンピオン。どうやら、開两台。可以可以，爱死大可以同时看很多台。刚刚有听到有人开两台手机跟一台电脑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看两台才没有问题呢，我也会啊。我被访问那一段哦，我被访问那一段真的是很尴尬，那时候超不擅长面对镜头的，完全没有想到现在自己坐在这边开直播，然后聊的跟什么一样，综艺台。笑い担当、お笑い担当，原来是邦邦。一台电脑开很多视窗就好，对啊。多吉，我还在一边看中宣海报台啊！我也想看。世界選抜総選挙の写真，看亚冠赛真推了雨露，雨露那时候超可爱的，他一直蹲在角落。こんばんは。日本語はどれくらいできますか？私も。私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ので、なんか間違いあったらなんかすみませんですよ。4体感知ってるかな。ヨウさんはめちゃくちゃいい選手だよ。ヨウさんかっこいいですよ。昨日特急の福原愛さんが台湾で、あ、そうだ、私も見ましたよ。私昨日も見ましたよ。愛さんの昨天福原愛、就是福原愛選手、他昨天跟他的老公跟他的小孩一起去ラミゴ的一起去ラミゴ開球了。超棒超棒超可愛的。将来はレポーターとかやりそう。レポーターとか、なんか楽しそうだね。ラジオも好きだし、ラジオの仕事がある、なら、い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ヨウさんのサイン持ってる？すごい！すごい！好、哦、話說我好像、我有陳金峰的。签名哦，我有陈金峰的签名，超棒！我还有林英杰的签名，我有很多签名。从小就小さい頃からずっと野球を見ました。福原愛，真的，めっちゃ可愛いんですよ。前天开球超棒，蹲在角落怎么回事？ゆるるあ、アジアチャンピオン試合の時でゆるるちゃんずっと。話したあの時ラブライブとかM3 になる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 M3 イエーイ、 M3 になったよね、なったよね。いえ、私のことをもっと好きになれ。皆さん有一堆新农的，我以前做过新农吉祥物。我其实以前是成泰 Cobras 的球迷。
陈太 Cobras， 有人知道这么老以前的球队吗？林威柱拿的是的吗？林威柱也是很强哎，那个年代是郡国雄，哇塞！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被透露出来了。我是兄弟像的，是爪爪，是爪爪出来了。三毛最喜欢三毛了，耶！陈太三本柱。三毛，昨天我哥哥为了三毛的事情打电话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啊，昨天林英姐有比赛哦，然后我就很开心。可以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パクチーになりたい。パクチー、耶！パクチーになりたい、耶！耶！好，然后时报音我知道吗？我知道。可是我是。不太是那个年代的，好像离那个年代有点久远，真是不好意思。然后就是棒球的话题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因为从小就看了，所以才会这么喜欢棒球。然后现在也是很努力，就是希望说可以多进场几次，因为进场真的是鼓励台湾大家一定要好好进场看棒球。我觉得进场看棒球那个热度完全不一样，而且现在看棒球啊，真的是有很多好处，就是像你进去看棒球，还有很多主题日啊，然后应援啊什么的，完全都不一样的活动。活動はいっぱいですよ。野球。阿潘文，你好，你好，周思琪还活跃中。周思琪很厉害，最近新庄很棒。对啊，新庄棒球场最近也有去过了。新庄棒球场最近也是改建的非常的不错。然后还有三山虎、味全龙，哇，真的是啊，好厉害的年代。那时候应该还很多人看棒球吧？パクチン。自信を持った自信を持ってるかな。啊，现在人数来到了2384，谢谢大家。下次汉家跟乌嘴猫联名办活动哦。我妈妈我哥哥已经有跟妈妈讲了汉家跟乌嘴猫联名办活动的事情。新庄东西变得很好吃，我也觉得很棒。超好吃！以前在新竹外野看球人都好少，我小时候也有去过新竹球场，然后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座椅吧，我那时候也都是坐那种就是阶梯石阶，那时候还是石阶，只有石阶可以坐。好久以前的年纪，好久不见，你好。然后现在人数来到了2439，今天开台的时候忘记讲一件事情，虽然今天是直营日，但是。好像不是这样哦，好像其实就是事有蹊跷。そう思うんですか？ツインテール、ツインテール、ツインテール。大家想继续看ツインテール吗？我想要变身喽，変身したい。今変身。哥哥几岁？帅吗？可以推哥哥吗？哥哥不帅，超坏。要换发型喽！我要换发型喽！変身だよ。今から変身変身単語啊！被发现了吗？被发现了吗？真的吗？有发现秘密团子？天啦，不行，太糟糕了！好吧，那我就只好変身了。変身，半丸子头，耶、yeah ！変身これこのこの髪型。其实是因为之前看到那个三亚内有绑过这样子的发型，所以就试着绑绑看了，耶！真的很喜欢，我还蛮喜欢绑丸子头的，觉得上面这一坨很可爱。嘿，单过，哎哎哎，硬いんですよ，硬いんですよ，お団子。阿变身了，好厉害哦！谢谢你啊！大家一起棒读，耶、yeah ！棒丸子头，其实今天原本就是想要棒棒丸子头的，嘿嘿，耶！三年のおまねです。三年の髪型のまねです。耶、yeah ！団子可愛い。
ありがとう。一生懸命作った団子、お団子。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放学之后马上看，谢谢，谢谢你来看我的台。等等，我会特写放 IG 嘛？应该 OK 哦，可以可以可以拍多一点照片，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我觉得绑的还蛮成功的，闪点可爱。对呀、啊，今天不去哥哥房间播了吗？现在不是在家里哦，我现在在另外一个家里，我有两个家，我有两个家。自分の部屋ですよ。今日双马尾超可爱啊！可是想要换回双马尾吗？好不容易绑了团子的书，耶、yeah ！めっちゃ日本語うまいなんで、そんなことないわ。虽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累积出现了，累积，总是喜欢来看我的台的累积，欢迎你，欢迎你，超烦。然后我想说来自我介绍一下，现在2557人，刚好像专注在聊棒球的话题，真是不好意思。有王美登就在宿舍，对对对，真是王美登，非常漂亮，きれいな。日本に来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せんですよ。でも本当は日本に行きたいです。本当に行きたいです。自己紹介を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もう一度。はい、 TP48 期生の研究生ゾーチャールと申します。アパン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アパン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后面后面那个灯开了，那个灯已经开很久了，它从开播就一直开着喽。然后，そしてこれが私のインスタアカウントです。イーパンパンダ TP48 アンダーバーオフィシャル。ぜひ。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ぜひ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はい。然后大家好，我是 TP48 一期研究生，我叫做周佳玉，大家可以叫我阿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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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洗脑阿潘。好，就是这样。请大家多多指教，耶、yeah！ 好，然后我现在要来讲一下台语版，今天有台语版，期待一下。大家好，我是 TP48 吼。TP48 的周佳玉，我是周佳玉。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阿潘，嘿，请多多指教。谢谢。耶！大家好。然后。前一个小时前一个小时我们就是聊了关于棒球啊，野球の話、ソフトボールの話、あとは前週もやったのは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です。でも前週と違うとキャッチフレーズ、なんと3つ目バージョンがありますので、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が生まれた。台湾語バージョンです。はい、皆さん一緒にやらさせていただい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然后前一个小时我们就是在聊就是关于棒球啊还有垒球相关的话题，然后聊了很久。对，然后另外就是上个礼拜我们也有练习的 catchy phrase， 我们一起复习。然后今天也教了新的版本，台语版。然后可以，我们真的可以晚一点再来复习一次，真的是没有问题的。耶，阿潘什么意思？阿潘は私のニックネームですよ。私のニックネーム。
是我的绰号阿潘。啊，多谢多谢，谢谢谢谢累积，谢谢哈，多谢呢。大家好，耶、yeah, ，真的假的？教主出现了吗？教主在哪里？あ、うまいん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然后现在啊，现在我们时间是10:05，今天预定是10:30要关台的。然后接下来有预备了一个全新的新しいのコーナーです。全新的单元，然后这个单元可能会。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惊喜吗？会觉得有点惊喜吗？有可能会觉得有点惊恐，对。然后这个单元就是我接下来每个礼拜每次开直播我都会画一些，就是会画一些成员。メンバーの顔を描く。タクです。だからみんなぜひ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猜一下，大家可以猜一下我到底都是画哪些人，对，成员画像，没错没错。然后可能要请大家帮我翻译一下成员画像 member this， 对，给你们猜。今天呢、啊、就是第一次猜，所以可能第一个可能会简单一点点。我觉得白色那颗刺猬头的教主你在哪里？教主，我好久没有看到你，教主你在哪里？我找不到白色刺猬头，白色刺猬头哪一个？哪里有白色刺猬头？啊，我看到了，那名字是灰色，名字是灰色。打算画完40个成员吗？是这么想的。ありがとう，谢谢你们帮我翻译，谢谢。啊，对，很帅，那个很帅，我觉得很帅。教主晚安，耶、yeah, ，好久不见，小晴，好久没有看到小晴，大家都来了吗？这样子我会不会画的不好，然后就得罪大家，不然得罪大家。好，大家。大家现在在欢迎教主，大家一起欢迎刘小晴 ，member 多西诺，刘小晴，耶、yeah, ，谢谢大家。然后，我不用看，先猜 U 露露，怎么可能？第一个就被你们猜到，哼，太小看我阿潘了，金管画质吗？我觉得画太丑被人家讨厌呢。今天是第一个，然后我会顺便讲一下，就是我画出来的成员，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然后稍微讲一下我画的重点是哪几个，就是希望不要本人自己也猜不出来就丢脸了，底下要修罗场哦，底下可以打架哦，这样子不行，快点，大家要。配合一下我的单元，大家准备好了吗？有看到我的画本一直在这样子，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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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メンバー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れ一つ目ポイントがあります。大家猜猜看。これは誰でしょうか？一体誰でしょうか？当たってみようかな。ポイントがあります。被大家猜中了，超快。似てるかもしれない。似てるかな？これはみやびです。そうだ、皆さん全部あった、イエー、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これはみやびです。大家觉得像吗？似てるかな、この絵、これみやび
みやびです。就是，现在先讲一下，就是みやび啊，就是我觉得诗雅，就是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颗痣，这太好认，这真的太好认，这真的太好认，这真的太好认。不行啦，怎么可能只画痣啊？不是啊，就是如果没有痣的话，大家还认得出来吗？没画痣的话就讲石原不一样，石原有那个不一样的刘海，石原刘海不一样，看发型认的。那大家觉得眼睛画的像吗？就是石原就是那个蔑比的 Chamber Boy 的，我觉得他眼睛这里啊。大家来看一下面相，阿潘面相教室，他的眼尾，这里翘翘的。然后另外啊，我觉得他眼睛真的很大，所以大家看到就是我把他的眼睛画的超大的，画非常大。然后另外还有他的就是招牌的痣，然后还有嘴型，我有特别去雕琢一下，大家其实可以上网找一下他的图片，对。所以这是第一张，这是蔑比，大家都猜中了，超棒，眼睛有点 Mina 的风格，每次以为 Mina， 真的吗？我觉得 Mina 长得不一样，我觉得 Mina 的那个眼睛上面这一条是不太一样，她的 Misenga Jigau des， 阿潘看面上的，これは蔑比です。然后再来讲一下我对诗雅的第一印象，就是我对诗雅的第一印象其实是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 AKB 的 fan， 就是 AKB の fan なんですよ。だから就是知道有台湾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去看自我介绍影片，当然累积的自我介绍影片我也看过，那个みやび的影片。就是那时候也有看，就是台湾研究生の自己紹介を見ました。だからあの時は双子をしている。でもね、あんまり姫とみやび、と、就是怎么分辨，不太知道要怎么分辨，就是姫跟みやび，なんか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よ。ただ双子がしている。然后那时候就是看完影片之后，就是只是完全认不出来双胞胎到底谁是谁。然后后来就是在环岛那时候有看诗雅，就是一直都在看诗雅，我超喜欢诗雅的，就是觉得他们双胞胎真的是很活泼，然后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帅气。画完诗雅了吗？没有，刚是早就画好了，好不好？这是诗雅，大家要看爱死。爱死爱死，看一下你的推，我画的像不像？超大胆。然后那时候还蛮喜欢诗雅的，然后后来是就是有在看他直播，然后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沉稳、很有想法的人，而且他们的梗真的很好玩。东亚南亚陈诗雅，笑到快死掉。然后觉得诗雅就是给我一种很可靠的感觉吧，有一种。姐姐的 feel， 虽然就是诗远是走比较可爱的感觉，可是看到诗雅就觉得，她很就是她很姐姐，很沉稳，有一个风范在，还蛮喜欢她的。我是林杰推啊，我没有说我不是林杰推，大家还没有看到林杰啊，东南亚偶像应该给诗雅看看，真的吗？这东西给诗雅看，觉得很不好意思，なんか恥ずかしい。前はみやびの生放送を見ました。だからみやびで、すっごく、要怎么讲啊？就是觉得他真是一个很棒的人。是啊，看到应该很开心，真的吗？耶、yeah. ，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再来，要给大家猜第二个，大家准备好了吗？就是后面可能画的比较没有那么精致，然后可是我觉得还是有把那个主要的点画出来。准备好了吗？
等等会贴到 IG 吗？等我，如果我觉得我画的够好，我才会贴到 IG， 不然觉得好害羞哦，觉得害羞。有第二个，今天有很多个，大家可以来猜。我是打算把这边拆完，然后我再关台。思雅刚刚说想看我画，真的吗？思雅吗？思雅吗？这个思雅。みやびです。もう一度見ようかな。なんか懐かしい、なんか懐かしい。我会不像啊，天啊，真的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然后再来第二张，第二张我觉得我画的不好，我觉得我画的不好，真的，我觉得这张应该是我今天最没有自信的一张。然后大家看了之后应该就会知道为什么没有自信了。嗨，这很难猜吧？这个太难猜了啦！真的，大家看得清楚吗？这张，大家猜猜看是谁？大家猜猜看，猜猜看，有猜到就是可以在下面留言猜猜看啊！有很淡吗？是因为打光会让它太亮吗？打光会让它太亮吗？大家可以猜猜看他是谁。哦哦哦哦，他是长头发哦，他是长头发哦，长头发，长头发，打光有点白吗？那我先把打光调淡一点，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吗？見えるかな？見えるかな？皆さん。大家看清楚吗？其实我有看到下面已经有答案了耶。那我要揭晓答案咯。我要揭晓答案咯。答えは、林杰です。我觉得画的不好啦。我真的觉得画的不好，超不好意思的。因为我很喜欢林杰，林杰だよこれ，林杰ですよ。ポイントはこれこれこれ目の角度です。目の角度，因为其实那个林杰啊，就是大我不是林杰黑，我太难过，就是因为我其实超喜欢林杰，然后我觉得我画的没有很好看，就是。林杰他的点就是他的平眉，然后还有另外大家其实可以仔细去看他的照片，他的眼睛，林杰です、これ，就是眼睛这边。其实卧蚕是画的很淡，因为画的很明显的话，其实在漫画来说，其实卧蚕画那个画太深的话，其实是不好看的。但我可以加给大家看，就是如果真的用力画涙袋的话，其实会不好看。林杰眼角有痣？没有，他我没有画痣啊，哪里有痣？他没有痣啊，他没有痣。他的这个其实是画卧蚕，就是他的卧蚕其实很明显，然后很难画，真的很难画。我觉得是因为林杰的眼睛真的是太很媚吗？很美，然后我就觉得林杰很难画，可是我真的超喜欢林杰，超级喜欢。灵气画不出来啦，灵气太难画了。難しいですよ、林杰。でも林杰はすっごく美人ですよ、すっごく美人です。大好きなメンバーです。我很喜欢，就是对林杰第一印象是，也是在台研时期。台湾研究生の時は、林杰知ってる。那时候就是会喜欢林杰是，就是第一眼当然是脸嘛，脸就是我菜，超喜欢。我很喜欢林杰那股灵气，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我超喜欢林杰那股灵气。然后后来会变成首推。其实我在台研里面，就是原本台湾研究生里面，我首推是林杰，是因为他讲话很干脆，很喜欢林杰的那个干脆，我觉得他很煞气呀、啊，他很煞气呀、啊，我喜欢，每个都是最喜欢，没有，真的首推是林杰，不会变，首推，这是首推，
很干脆，就是像我不晓得大家之前有没有注意到，他之前有一次直播啊，直播，然后他自我介绍，他就会我是林杰，然后就没了，很帅啊！我觉得我很喜欢他那种干脆的感觉。相好是鱼露，对对对，ゆるる，ゆるる是 CP 不一样，ゆるるはカップルですよ。違うんだよ。羡慕吗？对对对，我真的很喜欢林杰的个性，我觉得他很有趣，他是美感，哪有？爱死路过决斗，来来来，决斗决斗，全世界都要跟我决斗，我是滴滴耶。日本語上手、そして美人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はメンバー紹介ですよ。这不是干脆是不知道要介绍什么，真的吗？不行，我改天问问看林杰，我真的觉得林杰很可爱，她真的很漂亮。我这之前那个阿贝山刚移籍过来的时候，然后觉得他们两个双胞胎，有种双胞胎的感觉。阿贝山的口めちゃくちゃ似ている林杰と阿贝山めちゃくちゃ似ている，自己推自己黑，哪有？然后。好，今天其实还要准备另外，还有，大家想要再猜吗？想要再猜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想要再继续猜下去吗？看了嘉玉的这个画工。好，那全成员都画完，全世界都要决斗，我也觉得全世界都要决斗。見たいですか？見たいですか？じゃあ次のメンバーは。こちら看得清楚吗？大家看得清楚吗？猜猜看，这是谁？猜猜看，如果是滴滴的大家，一定猜得到。如果是滴滴的大家，绝对是猜得到的。这是谁呢？哼哼，哎，很难猜吗？很难猜吗？不是不是不是阿悲伤，不是阿悲伤。哦哦哦！有人猜对了，有人猜对了。不行，再开放一下答案，再开放一下，再开放一下。有人猜对了，有人猜对了。累积猜对了，累积不用担心，累积你猜对了，累积你猜对了。对，这是梦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像不像，我觉得很像啊，我觉得梦纯画的蛮有自信的啊，大家看得清楚吗？大家看得清楚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梦，就是梦纯啊，因为那个因为他的眼睛，大家仔细看他的眼尾超翘的，超翘超翘，然后而且他的下眼线啊，他的下眼线是就是比较平一点点的，比较平一点点，他笑的时候比较没有像这样子弯起来，他笑的时候没有挤到这，就是没有挤到苹果肌的感觉，所以他就是很漂亮。而且他的眉毛，眉毛，他每天画这个眉毛都很漂亮，他的眉毛很漂亮。然后那个头发也很漂亮。总之，他就是一个很有灵气、很有灵气的人。另外，还有嘴巴。大家仔细去看他笑的时候，嘴巴这里会有一点点弯起来，会有一点点弯起来，真的真的，他真的是会有点翘起来，很漂亮啊！我觉得不是，他是某某某某李梦纯的，国立王某某的，阿潘观察系生物课，真感觉很不好意思，有点像板野，他有些东西真的是蛮像板野的。手滑哥还没加推，大家要仔细去看梦纯哦，梦纯很漂亮。モモですよ、これはメンバーのモモです、李梦纯です。皆さん、知っていますか？阿潘危险，阿潘没有，阿潘只是喜欢画别人而已。真的，大家可以去认识一下梦纯。梦纯啊，梦纯其实是一个，就是
我一开始知道她就是因为她真的很漂亮，对，又是一个很漂亮，大家其实都超漂亮的，然后就一直认得，没事都盯着大家，因为孟辰很漂亮啊，我一开始觉得她很韩呢，那个妆容 ，make， すごくいいんですよ。すごいですよ。ももちゃんのメイク、すごいんですよ。然后很漂亮。然后，一开始觉得她就是可能个性会有点高冷也说不定，就可能是高冷的个性。就后来认识了之后，发现她真的是蛮可爱的，真的很可爱。她跟艺云在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啊，因为他通常都是跟艺云一起聊天，就是他跟艺云感情很好，然后就常常会看到孟辰跟艺云眉来眼去的，很可爱的样子。哎，发现其实孟辰很就是很符合他的年纪，可爱可爱的，就是你上看他这样子很仙，就是他很仙很仙气，整个人都是仙气，可是就他就是很漂亮，可是又很可爱。他的内在是超可爱，很像小朋友。有没有自画像？还没，还要很久啦。大家还想继续看下去吗？还是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大家有想继续看下去吗？26分了，对啊，26分了。可是就是，看大家有没有想要继续看下去咯。可以开开，都开都开。我想说，今天就等到4000人左右再关。自画像不是贴在墙壁那张有画吗？自画像其实之前有画，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到太好看了。可以再重画一次。果然推阿潘州变滴滴不是我问题，真的推阿潘州大家都可以变滴滴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啦，今天没有要开那么晚啦，今天差不多到4000而已，就是到4000人。我的目标目標ですよ。予選に行ったせいなら。然后所以大家继续猜下一个吗？你要猜下一个吗？有诗雅没10元，10元会哭。如果今天猜了诗雅，又给你们猜了10元，是不是就觉得长得太像了，所以很好猜？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有挑战性。我们是要有挑战性的。然后次は，你今天猜完以后就没梗猜？不会呢，我们有40个人耶，今天怎么可能猜得完？把字擦掉假装10元，然后连头发一起改掉。My God, me more。 然后次のメンバーはこちら。こちらです。我也觉得这个蛮好猜的、啊。誰でしょうか？一体誰でしょうか？どのメンバーでしょうか？当たってみようかな。哇，被猜中了，超快，超快，超快就被猜中了。那个主人还在楼下吗？主人还在台下吗？安南，主人还在台下吗？喊个又，喊个又。这张图的主人还在吗？糟了，有没有他离开我的台就被发现了？これはレイジです。レイジです。知らない。レイジだよ。知らない。耶，これはレイジですよ。他说不知道，太好笑了。雷吉，お前だよ。君だよ。丸丸の顔。丸丸、可愛いよ。これ。プニプニの。プニプニの顔。めちゃくちゃ可愛いんですよ。然后来讲一下，就是雷吉的チャームポイント。これ、プニプニの顔です。そしてこれ、目。やっぱり目だよ、これ。はい。就是他的上眼线这里其实是平平的，比较平一点，然后下眼线是比较圆的。我帮本人分析面相，
超好笑，然后他眉毛超细，眉毛超细，然后丽子一样是笑的时候，这边会有点微微的弯进去。刚出了奶冻卷的丽子，里面有个奶冻卷吗？太好笑，阿潘可以去摆摊，阿潘摆摊够盈利喽。上升越来越很汤了，才没有呢。微妙呢？诶，そうですか？レイジだよ。大家都在观察成员脸部表情了。大家会找阿潘帮成员算一次。面相。いいんじゃねえか、いいんじゃないか。有啊，我很上，我很认真哦，我很认真上课啊，有千人的哟，四千人了，大家今天玩的开心吗？最后的自我介绍，最后一次自我介绍，嗨，皆さんこんばんは、今日も元気いっぱいの。TP48 期生の研究生、ゾーチャウと申します。アパン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そして、これは私のインスタのアカウントです。イーパンパンタ TP48 アンタバオフィシャル。ぜひ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今日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生配信を見てる。皆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のコーナーいかがだったでしょうか。ぜひ私のチャンネルも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も楽しい一日だよね。大家好，我是 TP48 研究生，我叫做周佳玉，大家可以叫我阿潘。然后这边是我的 IG， 它是一潘潘点 TP48_official， 大家可以追踪我，请大家一定要追踪我。然后谢谢今天来看直播的大家，今天的所有 corner 希望大家都喜欢。然后虽然我觉得好像有点太滴滴了，我会想办法再改进一点，怎么感觉很小变态啊？对不起，超微妙，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今天也是很开心，然后虽然不能就是NC 党站出来，真的大家站出来，然后就是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那我今就是现在要来念一下今天的排名。今天的排名第13名是伊诺桑，伊诺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伊诺桑，谢谢。然后第12名是尼哥，谢谢尼哥，谢谢尼哥，耶、yeah。然后第11名是艾斯，施牙一生推，艾斯，艾斯，艾斯，今天真的是各种找艾斯战斗，一下施牙，一下优嘟嘟，耶、yeah ，谢谢。然后第10名是牛排、哦、好好吃哦，牛排。今天牛排也留了很多言，我都有看到哦，谢谢牛排。然后第9名是 CKUMK， 谢谢你。然后第8名是陈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陈宇，今天也来看我直播。第7名是 Lucky 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 Lucky さん，耶！希望你们今天都玩得开心。第6名是雨杰，谢谢雨杰，耶！第一次站到台上，谢谢雨杰，真的很谢谢你。第5名是工藤新一，谢谢工藤新一，对不起，把你另外一个推画的不好看，我会回去反省。再重新画好的。然后第4名是飞轮海，谢谢飞轮海，哇、哦、好怀念的团体哦，飞轮海超棒的，谢谢。第3名，我们的第3名是我们的阿华，谢谢阿华，谢谢你。第2名是北原神推，谢谢北原神推，耶、yeah ，送你一大堆爱心。
一大堆爱心，各种爱心，各种爱心。第一名是本庄美咲さ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美咲さん，いつも応援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後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パ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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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拍拍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然后下次直播可以再继续努力的猜大家长怎样。このメンバーをメンバー紹介のコーナー。いかがだでしょう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の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後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最后一些些时间，告诉大家，我今天攻击力很高，今天攻击力很高。对不起，综艺台，今天攻击力很高，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得出来。谢谢大家，要关台咯，大家下次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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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追踪我哦，黑魔导，没错，今天是黑魔导，今天攻击力很强哦，希望有攻击到大家的心里。大家拜拜拜拜。